这个肯定多少会担心啊，肺炎有些肺炎被传染的，像这些他们说的海鲜市场那一块过来的病人的，很多都是传染性的肺炎啊。不太担心哎，对，平时反正出去的时候要做好防护。然后像口罩什么一定要戴好，做好防护，然后去人多的地方，就尽量避免一点就可以了。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，感觉。